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阿贝。我只会这样讲。我不会讲，好了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双人空岛，对，没错。对，空岛。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一件很废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去挖铁矿来补足我们上一集不够的那个铁都漏斗，走吧。正式的完成它。有我带，不要担心。我们预计要收集，我们缺几个、啊？救一下。好，我们一个漏斗需要五个铁，所以我们要收集十个铁，走吧，十个而已，还 easy 啊。我身上。好了，快烧铁吧！烧铁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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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后期应该穿的都是钻装，对不对？我们算错了，要有什么意思？要有六个铁。六个？为什么需要六个？因为你不是上面嘛，然后排一个 Y 不就六个？一二三四五七四九六二都是。五个而已啊，那你五个啊，中间五是箱子呢。Soka， 没有算错，没有算错。你那边做几个了？我要再做一个。哦，我这边有箱子，你不要再弄了哦，箱子。好，丢出来。来吧。他怎么发 ？Shift，Nice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只要在这里看着。或者是在它附近，道具就会自动进箱子了，有没有很方便？超方便，我们可以在那挖一个洞，然后放一个门，然后在那边挂机啊。可以啊，不然我们就直接站在里面也是可以的。现在也是可以，我说挖一个洞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挖来看而已。耶、yeah! ，这个全名叫做自动窟窿刷怪塔之类的东西，完成了。我要先找用丢的事了。嗯哼。钻石不要了，好吧，那不给我、啊，就掉了。你看，都干净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天上的那些安德太多，会掉下来而已。走吧，打架，从这一层开始杀啊！发出我们的怒吼。好没，好我喊起来好没破气啊！你还对啊？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跟着我一起怒吼啊，来增加一点气势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看到第一只怪物了！加油，我在精神上支持你！哇！我忘记把盾牌装上去。哦，他炸我哎！你上面好激烈哦！啊！有种不要用漂浮球啊！哇！好，杀掉了。哇！我不能吃东西。为什么你不能吃东西？而且我一直被Jeff一直被那个漂浮球打。哦，他自己打自己了。我看到有一个杰夫和自己的球打自己耶，结果他被打了之后还不会漂浮，这是作弊。哇，好痛！如何？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一层有箱子，但是我看到之后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哇哇，你怎么了？我直接 TP 你好了，我不想再走了。好吧，走开。在上面是不是？好暗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、喔。我也正要这么做。杰夫赫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到底怎么上去啊？旋转。跳跃。你瞎了耶！我超级不会跑步的。哦，好可怕、喔，好可怕、喔，他们在炸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了。哎，你好嗨哦，楼上。
吗？好烫、哦！挡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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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住！真是百分，几乎是百分百防御哎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盾牌是在1:10加入，无限防御吗？他1:9加入1:10，好像是无限防御。哦，哦，烦哎、欸！这下我真的要飞到最高点了。Don't shoot me again！ 哇！不行了，这个箱子你拿过了吗？我拿到了。有在他的那个楼顶有一个箱，就是还不到楼顶，中间有个箱子，我里面捡到一件钻石护腿，要保护四跟耐久三。哇，好棒哦！看样子，最后。我们只能由挖土来打王了。为什么？啊！因为我要死掉了。我也要死掉了。捡到一件裤子 ，nice。虽然还不能用，我们还要把你那个穿在上衣穿很久那个给修好、欸。哎，它是好像坏很久了。是裤子还是鞋子啊？忘记了。忘了。嗯哼。这战况好激烈哦。你不会一路杀到顶了吧？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不断的经过也不错，经过那个村民岛好像也不错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刷怪，刷那个对剑士。你在哪一栋啊？我现在在爬，我都看不到你，到底在哪里啊？我死啦！拜，我回去了。拜，你回去了。直接 TP 你。好，我在这，走吧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攻略，小埋伏啊！也太多了吧？嘿嘿。走，从这里。有人在射你。走开啦！冲啊！为了部落。冲进去。替我报仇！我可以。五、哦、，OK， 这一层攻略。还有哪里？你在上面吗？好。对，不要再射我了，拜托。我没有见识，我没有见识。我都上去了。五、哦、啊！痛！嗷！好了，我们重生吧。看样子，还是很难达到呢。你要回来了吗？我等你，我等你回来收尾。我回不去啊。会啦会啦，放心啦。我现在看这些可爱的小鸡们。嗨，各位鸡们。你们看起来真是可爱呢。在很可怕的地方哎、欸。哪里啊？哦，刀，刀死掉了，如果他下来自杀。好，有一只鸡不小心被我丢出来了，可恶！你回来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准备来做结尾了吧？哦，画面掉了，我回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已经收获满满，装备齐全，还捡到一个钻石保护耐久四跟耐久三保护四的钻石护腿 ，nice。我还捡到了经验修补跟失踪之处。我这边还有两本的，我这边有一本《消失诅咒》跟《幸运三》。哎，我们的装饰放在这里，这里工具。哎，有两个裤子哎、欸。
可是鞋子，翘翅不能用铁钉修，不能吧？翘翅用铁钉做的吗？翘翅怎么修？我记得翘翅还不能合成啊。翘翅用怎么修啊？我不知道啦。我记得翘翅只能跟我是记得翘翅只能跟翘翅修。那我先把我的铁镐附经验修补，把那个赤手之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去挖那个中介箱啊。好吧。可是中介箱用钻石挖下来不就一样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它会变成原料。是哦，对，好，那你做这把很棒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。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，记得点下你的订阅及旁边铃铛哦。OK， 就这样，试试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啦。